山一下，是到现在26年，这是最后一个航路。岸边看到的涨潮确实会比退潮最多差三十的价值。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知道原因是不清楚，就是现在要用那个，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潮水是从那个涨潮的时候从东边往西边涨潮，然后起过来，那可以看到这个潮水就上来了。所以说很多的那个虫会挤到岸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要用一个那个物理模式来算，然后可以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说明天开始，大概明天后天大概有一个经过48小时，会有3个点，然后我们一直做连续观测，观测完以后把所有加起来的值，我们去算模式。是。那这样以后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为什么涨潮最多。这个是三个环，这个泥巴会在里面，挤进去以后，这个就是最表层，下面就是底层，它老是。如果到这里，它就把你割掉，把这个拿走，再换一根，就一直踩下去。这个是测温盐生仪的，就是上面是采水的，下面是抽水，装那个温盐。我这个里面有一条线，在钢缆里面有两股线，我们家钢缆是2500，所以我们这个可以下放到2000。原来海燕跑到什么地方？最远跑的地方是我们最远就到上海，上海有一次，上海酒店的。对，那个南海也跑了什么地方？南海就是东沙沙有。是不是可以开发洋流发电啊？这种那个处长有交代，我们已经这次来会稍微帮你们测一下，如果确定了以后，我们再开始仔细测。他现在有说马祖这边的洋流海流特别快，有一些区域我们在像东西局海域那边啊，海域我们东西局南北干。昨天测完那个，像我们昨天进来的数据，你可以看看。对，涨潮流，退潮流，它涨潮潮的时候比较快，退潮的时候比较慢。他们初步先有一个资讯，后面如果要测，搞不好一整年都要。是。因为他的天气方面问题，他有的潮汐就是跟着月亮走，所以一测的时候，他这个满月的时候跟这个新月的时候，那个流速是不一样的。是的。它快平潮的时候会往南流，它这样转，它的方向也不一样，对，是往南转。对。所以说，那请船长带来。海洋气象的数据都在这边，以前我们这条船呢、就等于是那个气象局的那个活动气象站那现在有卫星有他们又放了那个测风仪测那个很多那就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船那个风向风速什么相关风向风速还有那个紫外线它这个地方全部都有这个就是给我们这个航海社做个参考。那个以前气象局都要求我们那个资料提供给他们。现在他们有那个人造卫星的了，这雷达本身发射的那个波，它像那个昨天就很好用，那个有大雾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路也看不见，他就用这个雷达。那个雷我们就靠这个雷达导航，这个你看，这个这边有个快艇在那边跑。我们这个都可以看到这个码头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台码已经是走掉了，刚才在这边这个港区情况。从今天12点开始要开始做外面探测，是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谢谢是谢长来指导，是谢谢。讲到了这个你的研究非常重要需要我们配合，我们全力支持把蓝岩的跟马祖的海域生态，我们做好好的研究。跟向国际发表，向国际发表。对，我们上一次有发表过一篇在那个国际期刊，我很期待那个蒋老师的下一篇。所以如果这篇如果做得好的话，应该有机会。一定有。好，谢谢，谢谢。